家在导盲犬中心开业的免费优步频道。今天呢，我放假，然后呢，去和家人呢去了旺角这个地方，所以我现在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吧。这边呢就是比较旺角这边就是比较很多人的，然后这边有很多地道的小吃，然后我们也吃了许多。到了小吃啊，之后呢，我们就去了一家，网上的人经常说这家是非常好吃的一个菜，就是马来西亚的，这边呢有拉沙什么之类的。现在呢，我就在旺角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去看了一家的学校，这样子，这是在学校附近的一些，地方这样子了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哟。现在大家在看的时候呢，我就给大家说一下，意料里呢，就是说分享视频呢是来自非常丰富的，然后呢就是有声音呢，剪片的时候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把片子剪出来，过程呢也需要很多不同的地方需要改进啊，这样子，希望大家和艺人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哦。现在呢，我就到了这个马来西亚这个餐厅，现在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上海餐厅的一个菜，这个是台糕蛋白，这个是牛肉拉面，拉面这样子，有云吞呐、这个是有一些卤水之类的，非常好吃，这几样东西都，这个沙姜，猪蹄是非常好吃的，还有这个墨西哥的那个叉烧包，特别好，每次过来我都会点的。这家呢是一个吃点心又可以吃饭，又可以吃茶餐厅的一些东西。现在呢，我就在一个汇丰吧这边一个茶餐厅里面，这个第一次吃这家餐厅，它那个有一个芝士墨，这个菠萝包，它那个就是说有渣露出来的，好像是那些咸蛋黄这样的，但它里面是芝士的，有一点甜，芝士是咸的，就是说吃起来还是不错的，挺不错，很好吃。然后我还点了一个酸菜鱼啦，一个鸳鸯的饭，这个饭里面呢有芝士呢，有猪扒，有鸡扒这样子。现在呢，我在一个杏花村这边的一个地方，这是一些街道的一些风景，这样子。杏花村这边呢，就是说它那个利海也非常的近，就是说很多非常好。